无头笋，今天打包又找出来一个无头笋。无头笋怎样吃才能吃出更多的肉来？我们看一下啊，这个无头笋呢，这个上面都是有肉的，吃一下再丢啊，别浪费了。这种笋肉超多。全是肉，一层一层。上面这样都是肉，而且这个上面的肉特别好吃，香味很浓。这些全是肉，哇，好香。